佛法讲戒定慧，如果他那个地方不是佛教，是其他宗教，他也讲戒定慧，我们就可以承认他是佛法，他所讲的那就是佛经。因为经有五种人说，不一定是佛说，这比一般的宗教这个心量大的太多太多了。这个是佛法值得我们敬佩之处。我们学佛的人也要有这种雅量，要能够包含一切。tilde 反斜线。